你看周深的表情。哇，周深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周深，周深走了，都走了，走了。没有气势了，下去，下去。我第一次见有人走出去再走回去的。中间那位扭来扭去的男子，哇塞，我的妈呀，周深尽力了。哇！谢谢谢谢，两只狼和一只猫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除了开场有一点垮，其他三位男士都扮成了那个四大天王嘛？我们看看大家都扮成了哪位天王哈？有请周深出场，你猜他扮成了谁呀？只要不是刘德华，谁都可以。我一开始练习该是慢慢走进。不要！我不要！玲玲，开不开心？激不激动？我问你，刘德华还来吗？我也不是有多嫌弃周深扮的刘德华了，但我就问你，刘德华还来不来？在努力。你不会就这么糊弄我吧？哦，走起走，可以啦！只有你。刘德华是吗？看也看不出来是吧？你好，郭富城，郭富城你好。来看杨迪扮成了谁？恭喜你发财！恭喜你发财！好的前途。哦，你是谁？好的前途。吴凡，吴凡老师。多谢。吴凡老师好活泼。我这个头发跟刘德华有什么关系？我做完以后。那么看个程程的。不要，求你了。程程很帅的，没问题。来，有请程程。弟弟，弟弟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咋的了？你一点都不模仿的吗？啊，哦，你跟着我，我不能给你什么。你可不能给我什么吗？打掉，来吧，做出你的选择，做出你的选择。我就问你，刘德华来不来？你要干啥呀？刘德华来吗？给，再努力，再努力，其实也给。你想拿这个补偿我？慧琳，他请不来刘德华，三个够不够？三个臭皮匠顶一个刘德华，请不过来我就原谅你，不用这样。这里边好像周深是发型，起码有一点点像，这么勉强。程程的发型，他就是做自己的发型，像吗？你就是你自己，你跟你姐夫有什么关系？吴白老师特别喜欢你。再三增加你。好了好了，周深就是你最像，你最像，你挨着贾玲姐，好歹可以用的。没想到我居然成为最像的，我也没想到，多么没想到，周深是最像刘德华的。你们两个要不要重现一下那个？重现什么？重现什么？对，天热有情的一个片段。放过我吧。又演戏。我错了。又跳舞。来，我们有一个道具哈。哇。哇。这是一段刘德华和金角大王的爱情故事。来，准备，天若有情选段 ，Action！ 跟住你做咩啫？走啦！我攞翻件衫俾你，仲有个打火机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
哇，周深腰好细啊，马蜂腰。华子，跟着来做什么？我过来把衣服还给你。上车，上车。想见，想见。走吧，走吧，上车，上车。周深，哇，周深，周深。我要是你，我就不演这一段了，我上不去。妈呀，结束了，到你们了，等等上。听着有停 ，Action。一起看。你好，跟着来做什么？反正我就走吧。你说我是500。哎，你们看。演戏了，演着呢，演好久了，第一句词儿都下了。500老师。Action。跟着来做什么？走吧。我把衣服还给你。还有你的打火机。大的口气。上车。那你得下来，我才能上车。那这样我就演原版好了。你的打火机。烧我的头发。刚才怎么样，明涛姐？特别好。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小申最后的那一笔，他上不去摩托车，对，他上不去，他不是故意做效果，对，我是真的上不去，他是真的。好了，你毁了刘德华，毁了我和刘德华的相遇，你也毁了我们春游家族的友情，我看到他们三个人就讨厌。我好不容易塑造了这么多期，从不能对视到现在了，又回去了，一期全没了。四个人想一个团名吧。今日我们三假华，明日真华，到我家。这个是个动舞环节哈，我们换不同的音乐，大家来不同的舞蹈。你们上，你先上。来呀！什么什么？什么准备。哎呀，这个我会，妈呀！哦，林姐会。这是属于我自己的舞台。沈梦辰那一套拿上来。